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D 财智 Talk。今日好高兴再次请到 Andy 上嚟倾偈。Hello，Andy 你好。嗱，过咗大概三个零月啦，咁有啲嘅市场变化出现咗、特别咧，好多人都会觉得噶啦，十月咧好多嘢咧 turn 咗，即系美金啊回翻落嚟啦，啲债息又回翻落嚟啦，然后咧环球好多股市咧自十月摸一摸底，特别美股啦，拎浪系咁上嚟。